大量网友反馈抖音闪退提示检测到多次异常，以为自己手机坏了。 IT 之家10月15日消息，据多个网友反馈，抖音 APP 天闪退的厉害，重装应用也不行，今天打开抖音一直闪退，把所有的空间都清理了一遍也不行，我还以为是我手机坏了，请问是怎么回事？原来闪退的不是我一个人，我特地来看看评价，确定不是我手机的问题，我就放心了。快点解决吧，为了你的体验，清理缓存会清理草稿以外的本地缓存文件。